你是哪里来的小朋友？你不认识我吧？哈哈，我是一名汉代的采莲女。我们汉代人在劳动的时候都会唱民歌，采莲的时候也不例外。这些民歌被一个叫乐府的机构记录下来，就叫做乐府诗了。夏天快要过去了，我们江南的采莲女都要去湖里采莲。我的心情非常愉快，很想用一首歌唱出今天见到的美丽景色。小朋友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来创作这首乐府诗吗？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太棒了，小朋友，快把这几句话连成一首完整的诗歌吧。江南汉乐府，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真棒，这就是我们共同创作的江南。你能为我们的诗歌配一张图画吗？你画的图可真好看，你看看我写的字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有几个字掉下来了，你能帮我把它们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吗？小朋友，你学了这么多字词，能够在生活中使用了吗？要不要来挑战一下呀？小朋友，今天我们一起创作了江南，你真棒！不过，如果你在生活中也能运用诗句，那就更厉害了，快来试一试吧。你看到了哪些景物？鱼儿在哪儿呢？
you.